会帮老婆做一下身上的部位健康检查？你说，我觉得专业的。这就凯修帮老婆验胸，宝宝牛因这是整夜烦恼。平常会帮老婆做一下身体的部位健康检查。你说，我觉得专业的还是交给专业的，我没有办法去判断。但是，我们都还蛮注重就是健康检查。对，就是几乎两年就会有一次的健康检查。有了小孩之后，对于自己的健康是更在乎。而修日前带老婆贾静雯出席新戏《天堂的微笑》特映会，当场目睹与女主角林允熙的激烈床戏。后来昨天回去还有没有？你说跪算盘之类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其实在拍之前就已经有告知跟报备过。现场看到荧幕那么大，还是有一点怪怪的感觉。我觉得。我们互相都还蛮尊重对方的专业，我觉得演员就是要这样。也谢谢我的家人可以没有那么的没有叫回去跪算盘。你说在当场看的时候吗？没有，只在乎身材有没有太差而已。你有看过你演戏吗？有，有有有，里面的情绪有一些是比较沉重的。我那就一直说，爸爸为什么哭哭？爸爸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难过？对，就是他对这个东西还蛮敏感的，他一整个晚上都在问，所以可能对他来说，他还不能理解那个是另外一个角色的人生。我就跟他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是戏里面，就是电视里面那个不是，是真的爸爸，那也是真的爸爸。对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总之，他长大就会知道了。